最后一个都不问我吃不吃了是吧？你吃吗？我不要了，不是你主动给的，我不要。不是你干啥呀，果然？啥我干啥呀？你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在乎了是吧？我错了，行了吧？行了吧？不是你这啥语气态度啊？我再给你买一份，不然我有时候会忘。我不要了，这是最后一个谁吃的问题吗？你就是没那么在乎了是吧？那你能咋了呀你？我相中的鞋子，我说让你给我买，你给我买了吗？我买了，我准备520送你的。有心者不用教，知道吗？我都给你买个多少个了？我看你能送我啥啊？你多一个字你都不想说是吗？啊，你就这么，你要以后不想说话就不用说话了，行吗？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改不行吗？你不是到现在你都不知道哄我一下是吗？就这么敷衍我，啊？你就这个解决问题的态度是吗？你咋又回到态度了？你先冷静一下行吗？冷静，又是要冷处理是吗？冷战，啊？不想说话，不是那个意。那你是啥意思啊？不是，咱俩先回家说什么？咱俩回家走。你别碰我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错了，错了，我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